7月17号，法国都灵军事广场上演一场白色宴会，出席者穿着白色服装，自行带上餐点和餐具，一同参与带有快闪性质的私人集体晚餐。这以白色为主题的年度传统活动始于1988年，如今已广受全球各大城市效仿。这一片山明水秀的中国湖北西部的神农架自然保护区，7月17号在土耳其通过终审，被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这里拥有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，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公里，成为了众多珍稀、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的关键栖息地。墨西哥传统舞者穿着羽毛装饰的阿斯特克土著服装，在特奥蒂瓦坎考古遗址附近集体跳礼仪舞，舞蹈富有文化色彩，神圣又浩大，也成功在7月17号当天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